撒马鸭啦，撒马鸭，撒马鸭，撒马鸭，那个分那个变成台语讲这会。好，这里咱重量级的贵宾要来。嗯，啊，这卖我要来啊，来，我阿高华也出来，来，你好，华哥，来喊他的昵称来。通常要女生叫，来，龙龙，龙龙，阿犀利哦，但拥有地球，世上无敌人了。这节快红了。大卡出来，看不怕点灯哦。天边一道彩霞，啊，我们家祖坟冒青烟。那两个小代志啊，没动算了啦。哎，我们谢主委、谢议员，啊，你给他闹影康来家。啊，讲没办法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干嘛？因为啊，咱即马就是不分区的那个委员名单啊，所以等于要各地去浮选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但是这阵人被浮选哦，哎，他就特别呢选择了我们这个那个启程兄这里。那都是啊，那你们啊，那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不要去顾什么阿萨利啦。那就是重情重义，更加重昏迷啦。还听不听？我啊，因为这样两个昏迷。不是昏迷啦。下一句，我听见两个，今天我要来，我干嘛来？哎，那个米啊，你敢不敢给你？我把卡米落过了。你别给家里。嘻嘻哈哈。一拜哦，他被议员哦整到，你知道吗？议员就台语教学嘛，他就写了一个黄。哦，黄色的黄，哎，台语怎么念？嗯啊，你家念着拜看麦较紧嘞，来，你别开始，来，你在变，你在便当啊，来，你听米娅的版本，嗯，哦，我哪只能讲白呀？啊，那个黑雨，黑雨的台语，黑色的雨，哦。叠叠东西的叠，叠嘛，叠叫人叠掉嘛。哦，对对。所以三个字怎么讲？你用叠你一下。压嘛，撒马叠，撒马压啦，撒马压，撒马压，撒马压，那个分那个变成台语两字会。压。压没叠，你不是有冷笑话要跟议员讲吗？冷笑话。对。听过你有一个朋友叫干贵阿头，你有听过吗？哦，你讲啥？对啦，我有一个朋友，这我知啦，是明白啦，是迄个姓贵啦，好贵啊，啊，计号姓干的啦，啊，伊名叫阿特啦，哦，啊，就足敖特啦，啊，所以船长咧奉上讲，要叫伊来领鱼啊，啊，伊讲迄个干贵阿特，哦。赶快啊！跑车来庙口领鱼啊！结果一堆查甫人拢走出来，整个村庄的男生都出动了。对，从9岁到99岁都出动了。人家都称赞议员是地表最强的台语达人啊！我现在要挑战。不干不干！草莓打野拉贡，你没要啊？没有。你笑懒懒了啦！我叫大明，手拿来可能灵气。草莓，其实草莓咱台湾叫做气泡啊，气泡啊，气泡啊，条件它变成肺的气泡。哦，别讲音调了，气泡，看没？我要起气泡，啊，气泡，对对，还有咱台湾的原生的那个气泡啊。哦，哎，原来草莓是说 berry， 道地的台语叫做气泡啊。哎，还有一个。闪电哦，这个简单啊，这你袂晓。闪电，你嘛老讲闪电，闪电，雷公是有信啊，较有。
较有声音，雷公因声咧走较慢，电咧走较紧，所以先看着信啊，甲听着咱雷公。哦，信啊！小时候就是都在这个都在这里玩呐。哎，这叫啥？这叫啥？这叫丢碟啊！丢碟啊！丢碟啊！道场啊！大丢碟啊！不是道场，大丢碟。雷公也准是一个很大的道场，道道出来的碟道嘛。啊！伫碟拢生生啥物游戏？就这啊！你讲去跳跳那个格子有没有？那个弹珠啊，啊红仔飘啊，迄个阿阿飘啊，系啊，啊地方跳绳啊，跳绳。啊，不过议员是不是要脱鞋子配合大家一起跳？对啊，我们都脱鞋。你们的表情，多少不一样？无啦，不然小姑娘，你想上？你有咩好倒霉的计划没？啊，你唔是啥物筋膜炎？对啊，他说筋膜炎跳绳超紧，安尼就把紧。哦，后面不行的。哦，所以安尼把紧。哦，你跳到香山，阿伯你千万买。来哦，议员的跳绳秀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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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火！我叫他。哎呦，哎呦，掌声鼓励。干他那个都搞的啊，因为要考虑议员现在也75岁了，啊，够我。57啊，我是七岁，干嘛倒呢？